Good morning, Jesus. 耶稣高早，兄弟姐妹，大家嘛高早。今仔日实时间内要甲大家分享到《路加福音》24:16，只是因的目睭雾雾未明，无认捌伊。就是当我若干那念这段圣经，可能恁无了解背景，所以这段圣经其实是耶稣基督过完了后，然后伊啊，这用伊学生啊，你显现的过程的中间，咱真清楚这段。就是有两个学生，因要去到离伊玛窝的所在，然后耶稣因咧谈论着耶稣基督诶整个必定的情形，伊受难的情形了后，耶稣基督伫第15节这个所在讲，因拄咧谈论咧三门的时阵，耶稣亲自就近因甲因同行，所以这段话足趣味。为什么要分享这段？因为真济时阵，咱的处境甲这两个学生同款。咱在耶稣基督伫咱的话命中间会作为，咱也看见上帝伫达拉斯堂基督教会中间迄个奇妙的锻炼。过去40几年来，上帝的手一步一步咧引出的过程，总是有将时阵，咱的心犹原会惊吓，咱的心对着前面的路，咱却唔知要安怎去面对。这段圣经讲，只是因的目睭雾雾未明。目不明明就是目睭本来的功用受了限制，也是讲已经失去了伊本来应该有的功能。后壁面讲无认捌伊，其实是咧讲啥物？是因认捌的是迄个国外进前的耶稣，因军队的主，但是对着国外耶稣的话命，因却无认捌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。你我是不是参像这两个学生同款？咱伫信仰的道路中间，有当时阵，咱的目睭嘛雾雾未明，咱嘛那个唔捌做。因为当咱拄到问题的时阵，咱就埋怨；咱拄到困难的时阵，咱就惊吓，唔知要安怎去面对。所以，恳求主的灵帮助着你。帮助着你，帮助着我，今仔日会当真正甲这位主三度，和耶稣国外活命，就活伫你我的内面。阿头来祈祷，特别来到你的面前，感谢你。通过着这两个学生，甲着你甲因的经历，今仔日也正做阮的经历，和我会当知影，阮唔是活伫过去伫栽培顶面对你的认识。原来是需要认识一位国外的主，伫阮活命中间要接着阮。迄、那个奇妙的作为，主你甲阮讲，阮要做比你更加大的事。但愿你家己将着你家己所愿的使命，继续放伫阮教会中间的每一个兄弟的心的内面，帮助着阮伫这个世代中间服侍这个世代的人，做伙结连荣光你的名。感谢你，求上帝的灵祝福施恩教会中间的每一个家庭，奉耶稣的名祈祷。阿门。亲爱的兄弟。愿上帝施恩赐予你，予你新的一日蒙恩惠。